東京都いいよ、いいよ、はい、ありがとう。大喜利ホット、アメリカの日々の中で飛び越しながら気づかないふり、明日の色のこの街眺めてはこんなにもあなたのこと思い出してばかり、欢迎大家收睇 Super Fans， 系啦，咁啱啱滑完落嚟啦，鬼心攰，系啦，系啦，今年咧就通翻关啦，咁就第二转啦，第二转就嚟咗野泽温泉呢度，咁就野泽温泉呢度就系啦，系最出名就系有条十公里啊嘅 green 啦，可以落到底啦，系啦，滑到脚仔软嘅可以，啊，咁就今次就终于可以试一次啦，系啦，因为上次嚟咧。都講咗五年前啦，係啦，五年前小弟都仲係一個幾新手，係啦，都未係可以好直板咁好順咁落到底，係啦。咁今年算係 OK 啦，係啦，咁可以睇翻我依啲片啦，咁都叫做滑得可以啦，係啦。咁啊，啱啱今日第二日啦，係啦，咁就今次同埋個朋友仔一齊嚟，咁就教佢撇樹葉，係啦，咁佢就好想玩 snowboard 啊。咁另外就啱啱呢度又撞到個香港嘅朋友仔喺度打工換宿，係啦，咁啊今日晏晝就一齊滑啦，係啦，咁所以都幾好玩。係啦，嚟野澤温泉呢度就出咗名就係啦方便啦，係啦，因為基本上嚟講就係你可以睇翻，即係我之前條片都哇五年前啦，咁就係啦，可以一架 JR 新幹線去到梵山站。系啦，咁啊，仲要都好快，个半钟头就去到梵山站，啊，咁就梵山站再转巴士上嚟，咁巴士又系半个钟头就上到嚟啦，咁就嚟咗滑雪场啦，咁所以好方便，系啦，即系又唔使揸车啊，又唔使转嚟转去啊，啊，咁我两点几落机，咁我已经六点唔够已经可以入到嚟滑雪场，咁所以都即系非常即系。方便嚇，咁所以如果大家唔想煩嘅話，其實嚟呢度野澤温泉玩，其實都非常之正。同埋你見得到啦，呢度全部都係啲民宿嚟噶啦，呢度就唔會有大型酒店 resort 啊咁樣。咁民宿有民宿嘅好處啦嚇，咁當然酒店嘅咁梗係facility 好啲啦，係啦。咁啊民宿有民宿嘅 style 啦嚇，咁啊可能民宿有陣時啲嘢整得幾好食啦嚇，咁所以可以喺唔同網頁都睇下啦。咁我發覺booking.com 係比較多日本嘅民宿俾你去訂嘅。咁我之前喺Expedia 揾唔到，喺 booking.com 都揾到。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呢樣嘢。係啦，臨上嚟之前就記得落去 supermarket 買定嘢先啦。咁就但係就會好趕嘅，因為譬如班車 JR 係5:01到站，你5:30就要搭巴士啦。咁換言之就係你得。兩三分時間查曬，臨喺 supermarket 就直情係執咗嘢就要問噶啦，就要走噶啦。咁啊，最主要其實買啲生果啦，係啊，因為上到嚟其實都難啲買到生果啊，選擇或者好少啊，咁所以可以喺下低買定上嚟。
咁如果鬆動啲嘅，可能搭遲一班車咯，慢慢可以喺下低需要買嘢食啊，買酒飲啊，咁喺 supermarket 買曬先至上山，咁都 OK 嘅。係啦，野澤依度係方便啦，咁好多免費嘅 shuttle bus 啦，俾你喺啲民宿嗰度搭車喺大馬路嗰度上翻雪山啦。咁你話喂係咪一定要搭巴士上去啊？咁又未必嘅，你可以行上去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好遠啊？又唔係嘅，咁當做 one up 咯。咁咁行落嚟就 OK 咯，係咯。咁費事等巴士啦。咁啲巴士係免費嘅，係啦。咁所以都其實都 OK， 都平喺度玩。同埋呢度食肆都多嘅，係啦，咁但係要早，有陣時可能需要訂位咯，又或者唔好咁早食咯。呢度就六點食飯噶嘛，咁可能預鬆啲就可能係八點到食，咁你就容易啲揾到位。係咯，同一般滑雪場一樣噶啦，周圍啲餐廳啊都會好呼啊成，咁所以大家都要早啲去穩定位啦，或者 book 定台啦嚇。咁野澤算係 OK 啦，依幾日係有一日係日本假期，其實今日多依排多人呢幾日，咁但係又未至於係揾唔到食啦嚇，咁都 OK。好大雪啊今日，哇！依三日就乜都玩齊曬啦。又好太陽，又陰天，又落大雪，咁而家就翻民宿，今日拉屎一日啦，咁就係咯，五年冇嚟，咁就多咗啲嘢食屎嘅喺度，咁但係都係揾食都係艱難㗎啦，咁可能一係就早啲六點鐘開門去揾食，一係就八點鐘先再去揾食。咦，後面嗰個就係免費温泉啦，咁大家就可以，呢度有13個免費温泉嘅。咁就可以去入去浸啦，係啦，咁就唔使畀錢嘅，咁但係門口都有個箱喺度嘅，咁就鍾意畀幾多就畀幾多啦，係啦，咁人哋都要命聽㗎嘛，係啦。咁今次我住呢個民宿啦，一人房1,600-1,700蚊，包埋早餐，咁都好方便，唔使行到好高，係啦，所以記住大家要 book 民宿呢，唔好 book 啲好高嗰啲呀，如果唔係你行死呀，拖住結結。好，終於離開梵山啦！咁滑咗三日，係啦。咁今次個 trip 就都係咯，好雪啦，係啦。咁而家2月尾嚇，咁所以梵山都其實幾方便、幾好玩嘅。咁可以大家嚟試下。收睇 Super Fans 啦，咁可以subscribe 我個 YouTube channel 啦，會介紹好多唔同嘅滑雪嘅產品或者係雪場資料啦，亦都可以 like 我個 Facebook 啦 ，Super Fans 啦 ，IG 都係 Super Fans。另外我哋呢個 website 就係 superfans.com， 就會有齊曬所有我喺美國翻嚟嘅貨啦，咁有鏡啊、頭盔啊、有啲衫啊，我都有。咁就早兩年就喺蝦皮度開埋啦，咁如果你係台灣、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朋友，都可以上面睇睇我嘅產品嘅，多謝曬。